场外下大雨，场内下小雨，雨水滴滴答答不停落在观众席。大巨蛋不就是不会下雨吗？这你还是会在里面被淋湿，感觉蛮不好的。场上球赛打得火热，但球迷在场下也是忙得很。209区附近的观众撑起伞换座位，急忙避雨，以免被淋湿。工作人员拿出拖把清理，影响到观赛品质。有人抱怨，仿佛买到流水席，连防水都做不好。要求远雄尽速的处理，并且对外说明。那当然，我们最重要在年底都会要求他们提报相关的评估报告。那最重要，我们也会把这些相关的缺失，纳入我们年底履约绩效的评估。大巨蛋漏水发生不止一次，回顾过去，2023年12月亚锦赛开打第二天，外野区上方的屋顶就出现漏水情况。2024年3月，日本独卖巨人跟中信兄弟的交流赛，场地品质依旧惨不忍睹，四楼外野继续漏水。在屋顶上的天沟，也就是所谓的泄水沟，管线转折的角度啊。那设计不良，那造成它反馈溢水，整个巨蛋是拿到执照之后就做整个非常大量体的使用，那造成我们在检修跟点胶上的时间被压缩了。大巨蛋品质备受质疑，远雄表示场地有缺失，深感抱歉，接下来会尽力调整，持续升级。三立新闻刘胜雄台北采访报道。